神明不需要记载，可是怎么样？你自己本身有记载。啊，本身什么？现在大家知道用电脑，电脑里的储存有资料啊。我们这个电脑是什么东西呢？阿赖耶识，起心动念呢？阿赖耶识里头落谢种子，所以阎王很简单，把你的那个资料调出来一看就晓得了，不是他记录的，是你自己记录的，一笔都不会漏掉。你自己甚至忘记了，记录很清楚。阿赖耶识里头夜系种子，他们有能力的时候把它调出来给你看，所以依然是自作自受啊！与这些神明真的没有关系，而且这些神明说实在话，就是地狱里面这些鬼王，许许多多啊，都是佛菩萨在实现。佛菩萨要度鬼众，一定要现鬼身，他不现鬼身他怎么能度他呢？度畜生他要现畜生身，他要度人一定现人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所以许许多多的鬼王，你看地藏经上就是这样，地藏经上有很多鬼王，佛最后都说了那都是菩萨，后来都要成佛。这第十个问题说，念佛堂的墙上啊，贴着白纸黑字，写着车票和钱，请保管好。然则师父曾经说过，防人之心不可有，起心动念呢，是尽量少带财物。到了念佛堂啊，先将部分放入功德箱，墙上的文字也许让人挂碍，也是一种境界的考验。做法如何？放下所有，若是不放心呢，还是带在身上？这一段话了，没有把他的这个疑惑中心呢说出来，我们只有猜测。这个念佛堂人多所以是参加大众也很复杂，有老修，有初修，有真正到这拜佛的，确实还有一些小偷趁机会到这想发一点财的，不能说没有所以现在这个社会确实是如此。这我们到欧洲到意大利的时候罗马那边同学告诉我们，意大利的扒手世界第一。他说扒手那个方式的高明你不能不佩服他。你身上财物他摸取，你自己绝对不会发现。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社会一般现实状况我们对自己财物呢要小心谨慎比较好这也是庄严道场。下面一个问题是，居士主法三时心念法会，在有夫妻生活的情况下可以主法吗？女性可以主法吗？佛在经上没有说这个有夫妻的时候不能诸法，也没有说女性不能诸法你要说不能诸法，佛经上哪个经上说的？你都拿来看看呢祖师说的不行，佛给我们讲了一法不一人，是不是？祖师不是佛我们的依据是佛的经典菩萨所说的都不能违背佛所讲的，我们才能接受。与佛所讲的有违背，我们就不能接受。既然佛没有这样说，那就是都可以。都可以。但是诸法里头有没有功德这个问题就不简单了。功德是什么呢？
功德是真正的羞耻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真正羞耻，你主法了，你做这个法了，超度鬼神，鬼神得不得利益啊？你真正有羞耻，真正有诚意，他能够得到利益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重视，不重视男众女众在家出家，不重视这个，重视你真正有德行，真正有羞耻啊，这个就对了。佛陀在世所示现的同时是两尊佛啊，释迦牟尼佛示现的是出家佛，维摩居士示现的在家佛。在家能成佛啊，那维摩居士有夫人的，维摩有夫人的啊，不是说在家不能成佛，在家能成菩萨，在家能成佛。世事无碍，理事无碍啊，问题在哪里？叫你放下，放下不是身放下，心放下，这个一定要懂得啊。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那个世上接触，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这个才真正能成就啊，真正能够明了啊，能够通达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些话我们在华严经上曾经多次详细说过啊。我们今天六根所接触的这个境界幻象，这佛家讲这个有是妙有啊，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啊啊。你要透彻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才能得清净心啊！无论什么身份，都是佛，都是菩萨。那示现什么身份？缘，不是自己的意思啊，众生的缘啊。所以是像《楞严经》上所讲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佛觉得没有意思，我要现个什么相，那佛就着相了啊。那佛是凡夫，不是圣人啊。圣人。无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不但四相没有啊，念头都没有啊。所以金刚经后半部讲呢，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见是念头，见解念头都没有，都不生啊。所以现象也是法而如是，自自然然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我们自己入这个境界，也就是转凡身呢为佛身呢，你就转了。你在这个世间呢，也是随心应量啊，一丝毫执着都没有，这才能够其如圣人的境界啊，才能恢复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个至于啊。特别是你指出的三十七年的法会啊，总是以真诚心，自己真正有德行啊，有羞耻，有慈悲心啊，具足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那你主法这个鬼神决定得利益啊。后面这第十二个问题，他说我的先生脾气很坏，又喜欢赌博，他已经欠一屁股债，这还这么沉迷不悟，身体又有病，跟他生活在一起真的前途一片黑暗，说以后日子真不知道啊怎么过啊，真想跟他离婚，可是师父说离婚有罪，所以真正不知该如何才能让他回头。让他回头是正确的，